小伙把三枚硬币插在柠檬上，放置了一会儿后拔出一看，天，插入柠檬里的硬币部分直接变色了。没想到柠檬还有这么强的清洁功能，甚至人们还发现，把橙子皮里的汁水挤向一个鼓起的气球上，两者接触后，气球就蹦的一声爆炸了。这效果比真炸气球还要快速迅猛。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，是因为橙子皮上的油脂线以及制作气球的橡胶在产生反应。除此之外，这橙子皮的汁水还有一项技能，瞧，切下一块橙子上的果皮，随后点燃一根蜡烛，这时拿着橙子皮对着蜡烛上的火猛地一挤，橙皮的汁水就喷向了火焰。这时仔细观察的人可以看到，汁水接触到火焰时明显变大了。让我们再把镜头放慢观看，汁水在飙溅到火焰上时，蜡烛上的火就窜的一下变大了。不过变大的火焰仅维持了一秒，紧接着再次挤出橙皮里的汁水，蜡烛火焰又瞬间变大了。千万种水果中仅有橙子皮可达到，由此可见，这橙皮还是个隐藏的火焰喷射器呀。不过让人疑惑的是，为啥橙皮中的汁水能够形成火焰喷射器呢？小伙伴们知道其中原理吗？视频素材来于网络，我们下期再见。